我们要来采访的厂商是 FSP 全汉哦。那我们呢邀请到爱德华来为我们做这次他们展出的主题有什么样的产品以及还有特性哦。Hello， 爱德华你好，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好吗？你好，大家好，我是爱德华。那我现在担任的是全汉企业在自有品牌部分呢担任产品经理的工作。对，那我今天呢就是来跟各位介绍呢我们两款即将，也不是说即将啦，就是在台湾呢已经有一款已经推出的产品是我们金牌的金太极系列。那另外一款呢就是我们已经上市然后延续着非常好的名声的蓝金钻系列的新品牌，叫蓝金钻 Pro。 好，那我这边跟各位介绍一下这两个产品。哇，这个是看起来很厉害耶，来介绍一下齁。我们金太极系列呢在市场上，在光华商场跟在各地的卖场呢都是指名率最高的金牌产品线。哦，那这个产品呢它有包含了400瓦跟500瓦，哦，然后在它的产品的外形呢跟它的线材配置还有它的表现上面呢，在网上然后在很多的论坛呢都有很好的评价，哦，那也是我们目前最热销的产品之一。哦，那另外一个要跟各位介绍的呢就是我们后面推出的产品，就是针对市场的需求我们推出了一款同牌的产品。哦，那它也是延续着我们最有名的蓝金钻系列而来。哦，我们定名它叫蓝金钻 Pro。 哦，它也是400瓦。哦，那它在线材的定义啊，哦，在安装上呢我们都有一些很贴心的配置。那当然呢它的品质呢跟它的表现呢也是深获网友的好评。那我们也希望说在一个产品的升级的过程里面呢能给网友啊也给网友呢更多不一样的感受。哦，那当然价格上呢我们会有更优惠的价格提供给各位。像我们这个400瓦产品呢我们现在定价是1690元而已。对，那这个产品的话呢以往的话你要可能花2000块可能还买不到同牌的成本，那现在我们现在有这个产品的话呢你就用很优惠的价格，哦，然后搭配你的中高阶的显示卡来使用。哦，那主要是这样。好的，那介绍这么厉害的产品啊，你知道就是我们有一些这个唱 F 的朋友们没有来的网就觉得很可惜。那是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个问与答的活动呢，等一下呢看完影片之后呢要回答问题，然后就有奖品可以拿到，会抽出一位幸运的得主。那你这次帮我们准备什么样的奖品呢？好 ，OK， 那有关这个奖品的部分呢，因为我们要好好 support 唱 F， 对，所以呢我特别的准备了，就是这个。这个对，所以请各位网友呢要回答这个产品到底是什么型号呢？对，那你知道回答这个型号呢，在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会随机抽出一位网友，然后来赠送这个产品。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哦。哦，那我不讲是什么，大家看清楚。刚影片没有看到的话，再往回头看。好，哦，那就是这样子。好。好，所以影片啊一定要从头仔细看哦。等一下呢如果不知道答案的朋友们呢，等一下记得回去再从头回去看一下我们爱德华介绍。要拉这个把往下往前，对，下面做回应就可以了。那我们接下来还有什么样的产品要做介绍吗？那另外一个产品线的话呢就是我们有另外推出，就是笔记型电脑部分嘛，就是笔记电脑专用的变压器。那变压器的部分呢，那因为这个产品呢已经在我们的在已经有全部有铺货上架，那它是一个很特殊的产品线，哦，就是专门否变压器，因为变压器通常是很重然后很不方便携带。哦，那我们可以看到我这边有全系列的产品线，哦，就是全部否变压器可以使用。哦，那在对，那就算是笔电的情况下的话，那你也可以针对你的笔电呢，假设你笔电第一颗假设坏掉了，那你也可以买我们的产品。对，那这个产品的话我们也提供很优惠的价格，只要到你的店都可以看得到这样。谢谢爱德华帮我们做介绍哦。那记得呢刚刚看到这个我们的问与答的朋友们呢，记得到我们的影片的下方去做回答。那这次非常谢谢爱德华替我们介绍这么精彩的产品。谢谢。谢谢。